在咱顶摆课算第六节的部分吼，一开始就讲着讲，本是舍己从人，多务舍近求远。吼、哦，这个部分的内容吼，我有啥了解吼，请老师搁甲我指导一摆。哦，这个部分，本是舍己从人，啊，多下苦求远，会使讲这个太极部分内底诶重要的这个闭关。本事就是咧讲迄个根本啦、啊，哦，这个太极可能的根本，啊，就是舍己从人，啊，这个舍己从人就是重要的闭关，啊，这闭关哦用暗语，因为这事理就是用暗语，啊，未使用照本的表面来读，那照本理的这个表面读，意思会相差足些。即、这个一般，大家拢会照文字读安尼哦，照文字也读哦，啊意思讲照去，啊照去都即个唔知影内底诶重要诶个秘诀啦。哦，所以重要诶秘诀就是舍己从人，是的。啊，即、这个舍己从人就是舍己，就是意甲气。哦，这个色就是气，真气、嗯，啊，气就是真意，啊，真意甲真气，这合起来就是先天气，啊，先天气从人，人就是外呼吸，是后天气，啊，后天气从人，就是讲先天气爱都跟随着这个后天气，那呢就是表示讲后天气。引先天气，啊，这个太极拳的这个根本，本来吼，还、啊、是讲迄重要，就是爱舍己从人，就是讲爱先天气，啊，对，迄个后天气，啊，就是后天气啊，引先天气，这就是重要，这个根本了呢。是是是是。所以在本事说，但是多我下古九万，都是真侪人，都是讲。这个从军的，咱内底，这个先天是咱的身躯内底的物件，这个是属军的。当我下军球啊，就是讲你内底你卖去球啊，球外口，啊，就是讲向外一个，外面安怎样攻击别人啦，安怎，啊，拢属于这为外面的去啊。是是。啊，内底无去球啊，你球外口啊，你讲你先讲是。左一、那个下本，左末哦，舍本逐末啊，舍本逐末，逐末就是讲你一本哦，一根本你无去求，啊，你拢在求迄个基石，迄基石的所在，啊，这就是重要的这个，这个奥义。所以，闭关，所以这个舍己从人，就是讲用后天气来引咱的先天气，就对。这是本来这上重要的主旨，就对啦。哦，啊，这个部分在咱拍拳的时阵哦，怎么样来做，怎么样来落实哦？这个右手哦，右手处哦，这在咧第二节，第二节就有讲啊真详细哦。哦。人刚我弱，人刚我弱。有之左，我顺人变有之人，这就是教人安怎样读书。哦，啊那，甲志勇哥同款讲，太极拳妙在儿气昏凉，这儿气昏凉就是舍己从人。是是。这儿气要安怎昏凉？伊这第二节哦，这迄啰昆仑的第二节。人刚我弱，无其左；我顺人背，无其连。动即则即应，啊，动缓则缓随。啊，伊个变化万端而离为一贯，就是讲，就像我所讲的讲，千那个，千变万化，化生千亿，归报一，归报一，这就是这个。在讲这个理为一贯，那个理就是对真
苏三下的今年的苏三，哦，这就是连干鹅肉，哦，这连干鹅肉就是那湿气，干就是这人就是代表外呼吸，哦，比如外呼吸人，啊，连干诶干就是哦，干诶五干属火，诶就是要落来。落来用钢的，啊，若要气用炉，哦，因为气咧烟哦，炉火就是安沙的落来，啊，若要气要，即要炉火迄个，迄要变迄个蒸汽，要气就是炉，安尼用来气，啊，即嘛钢来的钢，哦，就人钢外呼吸呐，安尼落来，啊，就先天气，咱体内的先天气。还都爱起来，对呀、啊，这含胸把背安尼，哦，随期就生，这就是那个螺鹅螺，这个是哦，人刚就是外呼吸，有吸气，啊，有吸气的安装就是，啊，随期就生安尼，那就是爱，有点气啊，阴险的一件，我这嘛呢？身体啊，起了后，我伊就降落来。因为要降落去的时候，吼，要降落来，伊就是活顺，哎，就是讲活，就是咧身体有这个活啦，吼。因为活顺就是要伊安尼起来按落去，就是顺势啦。那顺势的落去的时候，啊，伊就外呼吸就背，活顺人背，外呼吸就爱呼出去。这就是我这种那比喻，这就是吸气，它往下沉，啊，这是随气就生，这两支脚的时，就是哦，连干活罗，啊，活顺连变就是讲，你若起来了，啊，就起来降落，啊，要降落去的时候，这就是活顺，啊，连变就是外呼吸。来呼出去，哦，来呼，这就是动，用其他的事，这动若江河，这动若江河，这些动的时候，就是跟着那个江河的安尼往下沉，哦，起来，还降落去，还提精神，哦，还就来那个，这个提个盖，哦，提盖这些往下沉。哦，啊，即摆起咩路去，就是爱提精神，哎，哦，啊，即就是要呼，哦，即要降落就爱呼，啊，即啊，人起来就是爱吸，我呼，我吸，呼，吸。啊，两个配合呼吸吼、这个第二节吼，就讲啊真详细。是，动作啦、紧的时啦，你这个呼吸都爱提紧。啊，那动作啦、慢的时啦，你呼吸都爱慢。哦，啊，这都爱，搁再吼，你转精神哦，还要注意这个先天的跟后天的。啊，对，后底理由为一贯，诶，就是讲你爱你心都爱去注意这个运作，先天气甲后天气，吼、哦。啊，有那熟了，啊熟，啊你就讲五动性，对动性，对悟道，这动性就是有这五道，诶悟道，啊你就悟道，啊你愈练愈精。啊，对，达到一个神奇的显明，哦，在这南非用力就是哦，因为这呼吸哦，不是三天两天，得一年半载，爱起码爱一年以上，诶，呼吸才顺，啊，呼吸也顺，啊，对，会动静，这就是详细的第二节咯。下进程度，
所以讲这个舍己从人的这个舍己从人的，也要令奉还，就是这个一个点教教的所在。行行行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这点吼，请教老师，那我们今天是太极拳论的总复习哈，那可见得练太极拳的重要性，就是刚才听老师分析之后，更进一步的了解，就是说在练意练气，这个是最重要。那刚才老师说这个第二节那个，人刚我柔为之浊，我胜人辈为之年，那这个也就是可以说太极拳的隐语，就是密码哦。那我相信哦，很有必要。这个怎么做哦？像刚才老师的动作，应该怎么做才能够？哎，像老师说，哎，这个时候是随气就生，那应该这个过程、这个步骤要怎么做？哦，待会再拜托老师再示范一次。那关于这个第三节说吸灵顶进气沉丹田，哦，那这个应该是在什么时候要去这个去落实去做出来？因为第三节都是有肢体方面哦，而气分阴阳，同时这个肢体的配合。那关于吸灵顶进跟气沉丹田的部分，请教老师。第一，会使讲头一节太极无极，是，这才是上说啦。就是讲太极拳，就是练太极，啊，就是迄个太极安怎练，就是爱无极，啊，无极就是虚无至极，就是讲你的迄个气哦，爱爱练到的是啦，爱练迄个气练到达到那无极。无气功的时候就已经真熟了，哎，啊，就会使讲迄个一气的时候，拢甲无气同款，啊，虚无啊，啊，达到迄个极的时候，迄个气力咧顺咧化动较清的这个化气，哦，迄个化气化到一气的时候，啊，要无气啊，迄个时候，迄个时候才会产生迄个太极出来。就是讲无中生有，哎，达到无为的时代上，在三千年太极出来。啊，第三节。嗯，七年前进。第三节的部分哦，就是。是。七年前进，气沉丹田。不偏不倚。我抢过了。第三节的部分，就是动的时候，什么要紧？就是心灵静静，那个时候就会晓用咱的心来带入那个境界，为丹田卡底安起来。哦，这就是那心灵静静。哦，所以讲就爱你有心去进丹田。啊，然后你再套，去再套一卡，啊卡再为只卡起来呢。伊这个线路就是为卡这边。啊，你要爱去进丹田，就是爱去先进丹田。啊，进丹田了后，伊再为这个仙骨起来，为这加筋骨起来。是。哦，所以讲这个要落去，伊还是同款为卡这边。啊，有这个仙骨来在套路这个丹田，哦，要落去也是同款，要气加入，哦，要起来就是原来是为家这边，哦，啊要落去原来为家这边落去啊，这个就是太极拳内底诶这个闭关，这个重重要闭关，你若不知影哦，要气哦，要有多落去，要有多起来哦，唔知影哦，那安尼哦，大部分的人拢是想为后壁起来，就为头前落去啊。这就是跟太极无同款的所在，诶，这就是
你做袂顺，袂动静啊，哦，啊就爱爱摄取重点，就爱配合迄个外呼吸你的动作，爱配合着迄个外呼吸，啊就硬硬啊硬啊硬的那一个，一直变个，一直强着一直变硬个。所以这第三节部分哦，就是动甲静的时阵，啊你若静的时阵就爱吸吸分清。左重左吸，右重右秒，这就是讲爱吸吸分清。啊，若要啊，若动要转轮的静的时阵，爱顺势，爱吼，一起起来时阵，一达到迄个仰式密道，达到真悬的时阵，啊才转轮，转轮加只名。你若无，一起若无照甲顶头起来吼，啊你要降袂落去。这就是阳之密高，浮之密深。啊，静之则异常，就是讲，你若体面礼拜，都爱看较远，看，就是因为家只边啊，我就爱较慢只长，哦。啊，若要落去，都爱低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易速，退之则易速，就是讲爱。行较近的路，要起来，哎，就爱看看，爱慢引路。啊，若要降落来，就是吼，爱为直接落来，为另外来差老，哪位头前，哪位头前话会较慢，啊，都为另外人在紧啊。意思，所以讲，要降就是爱意思，爱短处啊。啊，意义不能加，意思就是讲，你的迄、那个，你唔通家己加家己的动作。是。哦，譬如要按的时候，你唔通安尼甲杀去。伊迄就是讲，伊的气家己的，会走的。嗯。哦，这就是讲意义不能加，伊就是羽毛啊。是。咱的迄个脚踝的是安尼。嗯。哦，啊，人一直加落去。迄就是要为为主人安尼，勿忘勿助就对啦。即人去做啊，人袂记，就是安尼顺其自然安尼。即、這个企业即个主人，哦，隐藏不能露，就是讲你的迄个精神，你的心无人，就是讲你得注意即、這个人刚我弱，我顺人变。这拢爱用意念，其他咪去指挥啊，最主宰啊，哦，啊对，隐藏不能露，哦，人不知我是个，加的是我阿弥哦，是，人这些贡献，人这些外物事，啊，意念无当面外物事，就是人不知我，你若知我，就是你就是，你人若知影。你话好听啊，知影这个来去，你就是意念本来要来挂机啊，所以人不如我，啊若爱人呐，诸佛都会使哦，人不如我，就是讲你意念一个外围第二来去，无你挂机，那呢哦，你的智慧都，你的主宰哦，就会乱啦，因为你若意念本来要话好听，你的来去都。就乱去啊！我安尼若刚来去，你就知影我去。哦，这是我独住人。你若刚才我就是咧讲来去啊。你若见那个来去，啊，你就知影我吼。爱住人就知影。听讲你，咱咧过厝就是来整个客厅，啊，你就看开门去，查下你个人拢知影。啊，你若去过门，啊门人个人位躺啊，你嘛唔知影。也所以讲，你若过门就是唔是当面门，当面客厅重要就是当面客厅爱看出去安尼，啊你拢会动静拢会知影。诶，西公这就是哦，舍事用根呐，所以这个根哦，拢是爱无用意性，啊就用咱的根性，啊根性就是啥，全方位，行一个赛车嘞，赛车哦，咱就爱看动物。人咧要看一下，看一点，还有这种，
生雄所向无敌，你哪呢？你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气，迄身体咧走吼，都无阻碍，都会畅通的对啦。哎哎，那最好学练气啊，还有气都会畅通，啊都无无无敌啊，都是无阻碍啊。哦，啊就是，哎、哦，爱教这，哎，老师解说这一段哦，就非常的清楚哈，人不知我，我独诸人，英雄所向无敌哦。过去我们一般都听说哦，你的功夫要练到人不知我，我独诸人，我英雄所向无敌哦。实际上，老师现在在解说，在说明，就是在练意的部分，就是精神要专一，神以内练哦，这个重点你的功绩所在。安尼阮才清楚啊！我本来拢嘛是照，都是照一般说哦。你功夫哦，要练到人不诛我，我独诛人，英雄所向无敌，好像我最棒的哦。那实际上是说在练神的重点哦，那就是《体用波》里面说化生千亿归报一。那么五柱解的第一耶就是要心见，也是在说。练神里念念的重点。那第三节的开头，刚才老师有解释说，心灵点净，气沉丹田。这个动的时候，哦，也是有气沉丹田。那一般都是说，动的时候是心灵点净，静的时候才是气沉丹田。那刚才老师一解说。我们就有进一步的了解，那就是说动的时候吸灵顶进，那个时候因为外呼吸吸一口气到这个横膈膜胸腔的地方，然后压迫这个先天气，就是气沉丹田、哦、那也是老师常常说随气就生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，在这里好会使用滚轮来滴吼，是，即先做迄个闭关，闭关就是暗语个对吼，迄个暗语吼，你若无要解脱吼，那爱是讲你通着，你通外表迄个字来去解释吼，安尼会真侪迄个误解吼，啊误解你就脱离了这个太极拳，哦，譬如讲色即从人，即嘛真侪人安尼解释唔着。爱阴性方面，有人讲安尼，啊太极拳就是破气龟，你破气龟啊破气龟一粒破做一半，啊一半互伊，一半互你，啊出来感觉到阴性，安尼有这设计方面，那安尼哦，我曾经嘛有听过。哎，安尼你哦，你就是啊，你若要太破太极拳哦，永远袂动心。是。你若即款，迄瘫痪啦吼，你无法度，你唔知伊个闭关啦，啊唔知太极拳个闭关，啊你安尼无欢喜个练咯，一直闭吼，到尾啊，安尼破死过安尼吼，安尼永远袂动心。啊，我拜托老师吼，就是在那个第五节这一段，第五节这一段吼，我个人觉得相当的重要，因为第五节就是在增长内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。要应该怎么做才不会双重啊？他一般的错误为什么会变成双重？哦，像说年即是轴，轴即是年哦，阴不离阳，阳不离阴，阴阳相济，方为陡进。这个方法周手字，麻烦老师再说明一次。所以这个在这个这几节啊。第五节，第五节哦，内底有讲，啊，你若安尼练，啊，我都配合呼吸，啊，都还袂动静，还袂动静，什么原因？哦，在这里，这所在我呢，有交代个加好些哦。是。就是讲，你落来迄个呼吸哦。老师，你啉茶啦，啉茶，来啉茶。嗯哼，谢谢，练体啊，
烧的。就是讲，这两气分的妙哦，爱就吃饭啊嘞。例如平时的时候吃饭啊，哎，先天气来落来，啊，后天气就呼，就爱起起。哦，啊，即摆后天，迄个后天气来落来，先天气爱起。哦，就爱去吃饭啊嘞。一边下呢，地淡薄，一边就爱肥嘞。是，例如平时。哦，啊，就是安尼哦，爱有可以有啊。是是，何时切轮安尼？安尼即个即个话才会使，唔通安尼哦，再放了，再个当啊这边无起来，安尼就会玩双重，哦，比如讲啊后天气，诶，即个都录落来，啊先天气爱起来啊，是，哦，啊咱会玩双重就是，原因就是讲，诶，啊你就是。先那个外呼吸吸进来了，是，啊你不要贪凶八倍，随机就是，就是讲你这个先天就不要起来，是，啊你咪是双重，嗯，啊就等于外边啦，两卡拢，这两先天该有点运动做。太水老师，我插嘴一下哈，虽然做的时候。有随机救生，啊也有吸，那为什么先天气没办法起来？这个要怎么去处理？这个吼、哦、没有先天没有看，就是爱随机救生，嗯哼，都爱干努力，爱辛苦爱安尼苦努力，嗯，啊苦努力再起来，嗯，哦，苦努力就是随机救生，因为要起来就是爱随机。哎，对于外呼吸啊，不容易啊。啊，都爱以喘胃灵活。所以讲，爱动也是爱起劲丹田。嗯嗯。哎，就是咧起劲丹田，安尼起劲丹田，哎，啊，就含上八倍，啊，就起来，起到起来。啊，这就是，这是咧，要动的时呐，安尼才会完成双重。啊，即嘛静，大部分拢是完成双重，拢是咧动。拢是起袂起来，先天气无起来。就是讲，你有困落去，嗯哼，你有困落去，爱起来起来。但是你只能个呼，那外呼吸啊呼出去哦，安嘛袂起来，安嘛是双重。所以讲就是，你安尼要困落去，然后吸啊你困，落困落才会使。啊你若有困，但是你呼，你个呼出去啊，安尼。安尼嘛是双重。啊，佫有一点吼、喔，有诶动作先怎变起来？啊，动作变起来。嘿，动诶时阵，你动作对诶变起来，你脚点对变起来。你若无屈落去吼，无屈落去就变起来。嘿，无屈落去袂，我都含上毛病。就是主题袂使对起来，对啦。所以，老祖讲诶是啊，换家多起用。啊，用家多去动，就是讲咱爱放松，啊，人行过的时候就爱尽量放松，啊，起在，起在罗布啊，哦，啊，那是你若僵硬，哦，迄个多去动，多去动就是爱放松，哦，啊，管，你若要起来，你就爱困住。是，哦，啊，若要互降落去，你就爱提精神，上缓的，啊，缓的就是多一个的作用，就是要动静，要起来甲落去，这个动静哦，就爱用缓的方法，互困的，互伊起，啊提精神，啊也会降落去。哦，老师讲这点真好呢。哎，一般哦。动的时候都爬起来，啊静的时候我都困落去，拢相反。拢相反。那一般的人就是安尼，相反就起不起来就安尼爬起来，也是爱用惯的，就是。是。啊，这个年纪是做几十年吼。即阵拜托老师，我解释一下。哦，即个都爱知影讲，孕妇
即个原来是暗语啦吼。是是。暗语就是咧讲即个，你即个背后呼吸的时候，嗯、你若黏黏的是讲你若先天性若降落的时候，嗯嗯、啊你就是爱做爱暖气爱分开，外呼吸爱呼，我、嗯哦、啊先天性就降落，啊外呼吸呼，这就是做。哦，啊，黏就是讲，黏就是含，归根后面，吓、啊，静止走火，哦，静止走火就是黏，即、这个左加黏哦，黏、嗯嗯、就是含、嗯嗯，哦，静止走火，是是，迄、那个时阵外呼吸就呼，安尼变成冷气，就开开安尼，一、嗯嗯、开，哦，就是左，啊，黏就是合。啊、开合，浊即是年，浊都是咧针对先天气，啊年年底的算先后天两气，年底咧相中的。啊，你那是哦，浊，浊就是讲要开，要开就是要动，动就是开嘛吼、哦，动的时阵啊，你就爱两气啊含。是，合咧相中。合咧相中。台湾两气合咧相中。叫咧细进。哦，啊，年即是浊，年就是先天气落来单点，啊，浊就是外呼吸，那就是静出去。哦，那静的是那个静出浊火，就是讲，静出浊火就是讲年即是浊，哦，啊，那是迄个动出浊分，人干我裸的时阵，哦，都是浊即是年，这就是咧讲。哦，所以讲阴不离阳，阳不离阴，就是咧讲讲。哦，啊，阴阳相气，动的是啊嘛，阴阳，动的是啊，就是迄个湿气，迄个阴，啊，身体去起来阳，对阴阳。啊，那静的是啊，就是身体去落来对阴，啊，外呼吸呼对阳，啊嘛是阴阳。所以动静拢爱有先天气甲后天气爱，胸中甲腰间哦，拢爱有许阴阳，啊有阴阳相济，有阴哦，啊有阴，阴不离阳，阳不离阴，安尼阴阳相济啊才会动静。是。所以讲爱，这呼吸哦爱差不多爱练安尼一年以上。是。哦，一年以上才会动静。哦，啊，唔人是讲安尼哦，啊，我安尼练两工，安就想要动身，就无可能哦。嗯，老师，啊，有诶吼，有诶练足侪年，练两三年、三四年，啊，搁拢未当动身，即个盲点伫倒哈。即、这个骨轮嘛有讲啊。是。迄就是哦，大部分拢是哦，你哦外呼吸甲你压制，衰竭助为人治，迄就是咧讲。外呼吸压制的呼吸不对了，是，哎，就是呼吸不对就对了，你不要呼吸哦，不要不对啊，啊那呼吸不不对哦，啊你就不会动静啊，啊你就连三年四年，非常迷茫，感觉是哦。啊，会使拜托老师，搁像拄啊安尼动作，啊老师搁讲较详细一下，因为这个。恁两支文化吼，甲动作就有即个息息相关的迄个重要性嘿。因为我即摆用即个动作吼，用迄个捧的字眼，啊，要捧的时阵，人家先就是动，动的时阵就是爱吸气。是。哦，啊，即摆来就是爱体会感恩，是精神，而且就是静，啊，这静是爱呼。我吸，哦，还在呼，我吸，还在呼，吸，还在呼，哦，关于这些这同理之案，按所有动作拢赶快，一个动，一个静，一个吸就有一个呼，安尼，啊吸呼，啊就是啊动，啊静。拜托老师吼，应该安怎做吼，
才有法度达到，达到要愈愈细进，愈两股前肩有力，愈细进，愈得机得势，愈安那做迄个条件，应该爱为对开始爱做啊，正确。这个要注意向前，先做好，就是讲你都。为大脚就开始，大脚要出去，啊，你就安那来垫落去啊。哦，啊，多两脚。啊，垫落去，啊，这这个多两脚。啊，你若是讲啊，两脚来，我都对中，就哎，就上去。哎呀，就是脚跨出去就开始就垫落，啊，垫落脚脚跑到这两脚。哎，这两脚你都多两股前肩有力也是喏，啊，往下一层的话起落去。是是，啊，随时。我啊，就那叫提升身体，多顺势嘿，收敛入骨啊，嘛，啊收敛入骨，我啊就诶骨起来，水气就是，哦，啊骨刚，骨刚，哦，水气就是两股前肩有力，骨刚，哦，气遍全身，哦，啊收敛，我讲咧，即呼甲吸，哦，即个啊，一个是功夫，哦。什么功夫？嘿，跟老师。呼甲吸吼，是，就要用鼻腔。呼啊，袂使，哪呢？呼，哎，这有迄个看会到的，迄都唔对啊吼，迄就是上错啊。是是。啊，就咧呼完了吼，诶，呼完了无，安尼轻轻啊，为鼻腔安出去安尼。哦，啊，要礼拜啊，轻轻啊礼拜。像咱这这平地安尼，是，安尼平这地味啊，哦，安尼平地安尼平味安尼，这就是湿啊，哦，啊呼就是会鼻腔安尼呼出去，那安尼呼吸你若会做到有这个有顺来有湿来吼，还有个动静，哦，啊不然呼吸。呼吸，哪里哦？哪里无法做东西？这个呼吸，这主要是这重点就是呼吸要安怎做？能粗，能粗，啊，能急，能哎呀，能气安尼，迄多安尼，安尼慢慢安尼起来，啊慢慢落去。是是是。哦，老师。即马讲到即个所在吼，拄只老师有解说即个第三节个啊，讲近之则易长，退之则易次。拄即马老师讲个即个，就是爱去注意啊。哦，近之则易长，哦，就是老师咧讲，敢像咧拼命啊，就是简单讲，就是讲应尽如抽丝。哦，啊，退之则易次。唔是讲安尼，一般有诶想讲哦，啊，都坚定讲退之则易次，啊，即摆来伊就搁吸啊咧，对啊，哦，伊即摆定势诶时候，呼，啊，伊就爱搁吸，即摆来到伤害伊变无呼袂使啊，这意思所以就是注意即个所在。即个迄落见之则异常，退之就是讲要入来是哪，应尽如抽丝，安尼往下沉，随机救生，救生，而且。这个慢慢啊，你讲就是啊呢，啊你哦这，啊顺势，还在等，收敛，哦，啊有迄个，那动作还慢，哦，啊这，啊过来哦，有赢，啊你再叫我都长，哦啊那个处意思就是讲你都爱呼啊，啊呼就是那个加速，脑筋快哦，推速就对了，那推速就是讲你都爱。会记诶，咱要去要降落来哦，你著甲呼哦。你拢真会哦，足自卑诶啦。伊讲退出走意思，因为一般诶人咧拍拳，毋甘呼啊。啊，伊即卖都甘标咧，定势诶是甘标诶，毋甘呼。啊，即卖则拼命搁去，搁死。所以无怪，所以拢真会足自卑诶。伊会讲退出走意思，伊就是咱一般人拢会安尼。拢无功夫啦，嘿，啊，敢若拼命要死啦，安尼，所以就是这个问题，所以讲，近之则易长，退之则易次。
啊，就是爱好吃，意境如宗师。爱注意的说，啊，唔通唔敢呼，啊，唔能去呼的是啊，唔能不吸血，唔能呼啊，啊，这样子啊，这种一般名，别名咧吸一口，啊，这个，啊，这，啊，什么呼你还不吸啊？所以地气的变数，气的变数，原因。我今天的老师今天讲的就是好来，你要